饭了。还有这个排骨，四季豆，血丸子。腊肉炒的四季豆。今天吃炒米粉，这个米粉的教程在第一个置顶的作品哦。好吃的糯米汤，
今天吃这个腐鱼肠，海鸭蛋。太香了。吃吧，香港。香干口感很嫩，有喜欢的可以尝一尝。
椰子扣肉，还有鸡杂，酸辣鸡杂。梅菜，今天吃这个腊肉，腊肉做的很香的。炸一下。你们大家，我把它送回来。
今天用的这个沙海椒炒的土豆片，非常好吃哦。很辣的。皮蛋。海椒炒肥或肉也很好吃。